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。本期带来一部人类摆脱电池命运，抵抗机器人的故事。尼奥和矩阵世界战争正式打响，崔妮再次侵入矩阵世界执行任务，也因此而受伤。尼奥从睡梦中惊醒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他的梦境。可这梦境究竟是因为他紧张过度胡思乱想，还是有着某种预示？墨菲斯和林克驾驶着潜艇和大部队会合，西恩现在正面临着危机，各个小分队的人聚集在这里商量对策，机器人正在钻洞，很快就能找到他们藏身之地。72小时之内，将会有25万的哨兵进入西安。司令官除了下达撤退的命令，还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地抵御25万哨兵的方法。大家都在激烈讨论如何抵抗。尼奥感觉到异常，有人在向他们一步一步靠近，危险即将来临。他急忙探查四周。墨菲斯知道，根据语言显示，现在已经到达了战斗的关键时刻，但不论什么行动都要先请教先知。他要求一艘飞船违抗命令留下来，以备先知和他们联系。最终大家还是给了他36小时时间去实施他的计划。不出尼奥所料，这里真的被特工发现了。他通知大家赶快撤离这里，自己则留下来和3个特工周旋。重生后的尼奥在各个方面的实力都有所增强，战斗术更是越来越高超，3-2下就把特工打倒。其实不光尼奥能力有所增强，史密斯也升级换代了。尼奥在矩阵世界扮演起超人，腾云驾雾，无所不能。他要用全身的力气回到地面去寻找先知，可是先知根本不在这里。林克驾驶着船进入西安，他们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家里。这里到处都是运作的机器，林克小心翼翼将船停到指定地方。3号船长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了，墨菲斯从船上下来就被他们带走了。对于墨菲斯违抗命令行为，司令官第一时间找到他询问。到达西安，尼奥还有了小跟班，这个孩子明年就可以加入战队，他一定要加入尼布加尼撒号。他崇拜尼奥，追随他的脚步。司令官斥责了墨菲斯，但是墨菲斯对自己的信念深信不疑，他相信尼奥一定可以拯救人类。司令官并不这么认为，他甚至要求议会建议解除墨菲斯的职务。理事会的哈曼议长商讨今天的发言，他觉得是时候告诉人民一些真相了，不过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会隐瞒一些事情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可墨菲斯认为，他觉得人民有权知道真相，并坚信机器人不会攻破西安。现如今他们解救的人类越来越多，人类在不断的壮大，这次的进攻将是最后的决战。他坚信先知的语言，尼奥能够拯救人类，很多的人也将希望寄托在尼奥的身上。他们祈求尼奥能够保护他们家人，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，这是尼奥生来的使命，无法逃避。祭祀开始，西安的人穿着节日的盛装聚集在这里，人们愿意聆听墨菲斯的发言。虽然西安面临困难的局面，但他们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战胜可怕的机器人。墨菲斯鼓舞人们的信心，让所有人不再心存恐惧，他们以自己是西安人而骄傲，无所畏惧。人们在这里尽情的跳舞膜拜，多年的苦闷得以宣泄，他们尽情的放纵了自己。作为大战前的最后的欢悦，尼奥和崔妮他们也不例外，沉浸在这美妙的夜晚。他是那么的爱崔妮，可是他始终摆脱不了噩梦。崔妮真的会死吗？自从特工升级之后就变得很可怕。史密斯追上两个正在执行任务的人类，他通过置换功能将其中的一个人置换成自己，通过隧道来到西安世界。尼奥再次从噩梦中惊醒，在寂静的夜晚，他独自在走廊上徘徊。这个静谧的夜晚，无眠的并非他一个人。哈曼议长带着尼奥进入到工程控制层，巨大的机器不断的运作，支撑着整个西安。同样是机器，眼前的这些能维持他们的生存，而外面的那些却要毁灭他们。讽刺的是，机器赋予生命，同时也毁灭生命。这些机器被尼奥他们控制，但是什么是控制？能将机器关掉就是控制吗？关掉后没有水，没有空气，人类该如何生存？哈曼议长虽然不知道机器如何运转，但知道机器工作的原因。可尼奥为什么能够拯救人类的事情呢？这些原因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弄清。尼奥收到了先知的通知，他们再一次踏上了征程去寻找先知。由史密斯思想控制的人进入了西安，他伺机对尼奥下毒手。尼奥的小跟班大声呼叫尼奥，他看到了尾随在后的杀手，这让杀手的刺杀行动不得不收手。尼奥再次进入矩阵世界，他来到一个人流涌动的集市，进入一家中国餐厅。这个男人能够带着尼奥去见先知，可在此之前他和尼奥展开了激烈的搏斗，在狭小的空间里各自施展自己的招式。其实这个男人并无恶意，他只不过先试探这个男人是不是先知所预定的人，因为他信奉不打不成交。他带着尼奥进入一间秘密房间，这是整个矩阵世界的后门，只有程序员才可以进出，就连实时监控尼奥的林克他们都找不到。在这里锁定机制内藏着一组密码，某个位置打开一个锁，另一个位置打开其中的门。这个男人打开一扇门，先知就坐在长椅上等着他。尼奥在这里证实了自己的猜测，先知不是人类，他是来自机器世界的一段程序。先知是矩阵世界的一部分，是某种控制机器。他是否能够真正的相信先知？尼奥也不能准确的知道先知是否真的来帮助自己。可是让他疑惑不解的是，既然先知已经知道自己的选择，他又该如何选择呢？先知却告诉尼奥，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来选择的，因为他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先知一眼就看穿了尼奥，
可你要不知道为什么先知要帮助他们。其实先知只是像其他程序一样各司其职，并对未来充满了兴趣，而到达未来的唯一途径就是他们共同努力的。矩阵世界里的一切都需要程序来控制，但尽职尽责的程序又是不可见的，甚至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存在。程序就是在吸纳他们的程序，做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程序打劫程序。当程序因为某种原因被删除时，一些就会来到后门隐藏，一些则会返回到源头。这就是巨型计算机。尼奥曾经在梦中去过那里，那里有一道会发光的门，他在这里看到了崔妮倒下的事情，但他没有看见崔妮是否真的死了。他永远无法看到那些超过理解范围的事情。尼奥已经对崔妮死做出了选择，现在要做的就是理解他。尼奥就是救世主，他必须做出选择。他的失败就意味着西恩的失败，如果他能到达源头就能拯救西恩，必须先找到开锁人。目前开锁人已经失踪了，他受到基因这个危险程序的囚禁，尼奥必须在关键的时刻到达那里，这样他还有机会。先知前脚离开，史密斯又来找尼奥的麻烦。史密斯对尼奥恨之入骨，因为尼奥曾经杀死了自己，自己又被特工除名，但他又离不开矩阵，他在这里有了自主意识。史密斯想要拿回尼奥想要拿的东西，史密斯复制了很多自己一样的特工，将尼奥团团围住，利用特殊的方式将尼奥给控制。可是尼奥坚强的意志摆脱了史密斯，这些复制出来的史密斯也根本不是尼奥的对手。史密斯强大的功能就在于他能够无限的复制自己。越来越多的史密斯加入到战斗当中，武功高强的尼奥抄起旁边的棍子将史密斯们打倒在地，可无论他怎么打都打不完，复制版越来越多。尼奥飞起才摆脱了这些史密斯。西恩的议会也在商讨如何抵抗这次的危险，他们授权司令官全权负责抵抗之事。议员们希望派出飞船去寻找墨菲斯的下落，但是遭到司令官的强烈反对，可依然有两艘船的船长自愿前往。尼奥他们继续着自己的行动，和基恩见面。墨菲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他们来找开锁人，但是基恩开始和他们兜圈子，他根本不会将开锁人交给他们。墨菲斯和他们被拒绝后灰头土脸离开了，难道是哪里出错了吗？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基恩的妻子带着他们去找开锁人，这个女人用尼奥的一个吻来交换开锁人，尼奥同意了，他们当着崔妮的面吻了起来。他带着他们去找开锁人，一个餐厅的后厨内定有乾坤，开锁人就关在这里。基恩及时赶到阻止了尼奥，尼奥可不是吃素的，他不仅能够空手挡子弹，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尼奥的对手。见此情况的基恩落荒逃跑，开锁人也遇到了麻烦，双胞胎兄弟追赶开锁人，墨菲斯和崔妮与他们周旋，这两个双胞胎如同幽灵一样忽明忽暗，他们的身体也根本不怕机枪扫射。崔妮他们驾车逃出，双胞胎穷追不舍，他们闯入街区躲避双胞胎扫射。这时救援小分队也赶来保护墨菲斯，追赶墨菲斯的有警察、双胞胎还有特工。崔妮稍不留神，双胞胎进入汽车里挟持开锁人，墨菲斯和他展开了激烈的打斗，而特工也跳上他们的车。前后夹击之下，他们先是赶走了双胞胎，又赶走了特工。在一座高架桥之下，崔妮和开锁人驾驶着摩托车先行离开，他们在公路上狂奔，躲避各方面的危险。开锁人告诉他们，在一座大厦里面有一个楼层没有电梯，也没有楼梯，那一层大大小小设立很多门，有一扇门是通往源头的，那里的安保系统十分的严密，每一个警报器都会触发一个炸弹，但这个系统也有弱点，它的基础就是大厦的建筑规则，一个系统建立在另一个之上，关键就是电力系统，一个失败另一个也必然失败，有一个供电站必须摧毁，但大厦有应急供电系统，必须进入系统网络的核心部分，同时切断他们的后备系统。你要自己一个人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，因为大门一旦失去保护，通讯也被隔断。另一个系统必须首先建立起来，完成这一系列需要314秒，只有尼奥一个人能将此门打开，也只有那个时间才能被打开，这就是他的使命。每一个人都有既定的使命，逃不开也躲不掉。开锁人知道这一切都是使命而已，这也是他存在的目的和意义，以及他来到这里的原因。大家必须团结一致，如果一个人失败，满盘皆输。今天晚上的行动关乎生死存亡，他们孤注一掷，勇往直前。他们都在赌预言是真的，战争即将结束，在指定的时间内进入大厦。按照计划的一切，电力系统被摧毁，但备用电源启动。如果现在他们打开那扇门，一切都完了。崔妮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，决定进入矩阵，在仅有的5分钟里摧毁那座大厦。他进入大厦，直奔65层。尼奥在后门再次遇到史密斯。史密斯这个家伙阴魂不散，尼奥走到哪里，他就跟到哪里。上百个一模一样的史密斯冲出来阻止他们前进，而另一边与时间赛跑的崔妮紧张地改写程序，力图做到大规模的停电。就在停电的那一刻，开锁人也打开那扇门，很可惜的是开锁人中枪倒地，临死前他给尼奥开启回家之门的钥匙，里面发着金色的光芒。在这里，尼奥见到黑色帝国的建筑师，尼奥是黑客帝国编程中
一个不平衡等式中的余数之和，是一种变异的结果，他用尽心血都没有办法消除这个余数。黑客帝国非常的古老，从第一个变异出现到下一个变异的出现，一共出现过六个版本，也就是说尼奥之前曾经出现过五个这样的变异，之前的五个存在并没有人知道。变异也就是系统形成的波动变化，但这其中的关键在于选择。建筑师设计了这样的矩阵世界，无论怎么样设计都会失败，而先知找到一种方法来避免这种失败，让99%的人都接受这种程序，但前提最重要的是选择。这个方法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，如果不加以抑制就会威胁到系统，因此那些曾经排斥矩阵世界的人不加以遏制就会加剧灾难的发生，所以西元即将毁灭，所有的人类将不复存在。这样的毁灭不过是第六次而已，尼奥的使命也会返回源头，重新从黑客帝国中挑选母体，重新创造西恩。如果这个过程失败，全人类将会消亡。建筑师给了尼奥两个选择，是解救西恩还是爱人。尼奥选择回到崔妮的身边去拯救自己的爱人，他的梦境成了现实，他接住了从高空跃下的崔妮，取出了子弹。尼奥不愿崔妮离开自己，强行复活了他。战争会在24小时结束，西恩也会遭到毁灭，他们必须自己抵抗。机器大军攻破了防守，炸毁了西恩。关键时刻，尼奥出现，用自己的力量和机器人搏斗。一艘船将他们救了下来，他们即将和机器人展开殊死一战。电影到此告一段落。本片是美国科幻电影《黑客帝国二》重装上阵。尼奥摆脱命运的束缚，他要和人类一起抗争到底，不相信既定的命运。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哲理的电影，老油条我十分推荐。好了，本期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